啊、哦，我们没有出入证了，就是进里边买菜的不行。现在在乡镇里边比在市区还要严重。啊，今天呢，好多人在这里买菜啊，买猪肉啊。现在生活难啊，买一点菜的100多啊，差不多200啊，买点排骨，买点骨头，然后再买点瘦肉。我先给他，我先。安尼就6个月。6个月他多少钱？8块5吗？8块5。你三千零六块来接。哎，做挑战呢？在这里烤火啊，冷啊，冷汤的茶炉，你就调那么粉了？怎么样？冷的哪样样？哇，这个真是大。利息啊，还比你大。你有没敢？我叫人捞鸡了。看，这就是我们的鸡啦。疫情严重，我们的鸡拿出去卖的不值钱了、啊。像这个这么大的就是20块钱，20到30块。或者是没有人敢要，有些鸡呢就10块钱一个，鸭也是挺便宜的。哎，在这里就是跟这些阿猫啊、阿狗啊过了。